暂时保密，等到你下次回来的时候再告诉你。所以你呢？你要离开了吗？这条留言影响到你了。其实应该还有更简单的办法。这条留言的内容是什么？所以他们造谣你和给你提供保释金的人关系不正当。这种谣言想全部澄清会比较麻烦，所以你只要先澄清你和给你提供保释金的人关系正当就可以了。比如你的爱人是富生金融的幕后掌控者，是他给你提供的保释金，我可以找人帮你去人群中散播真相。这种真相还是很容易被传播开的。别让我等太久，我会去找你的。牛郎去天上历经了许多考验，终于找回了他的织女，不是吗？